40岁的理查·吉尔，又与妻子亚历山卓佐再添了一个儿子。路透资料照片，乔许亚·杰克森与妻子朱蒂近日迎接小女儿诞生。取材自 ITHERAM， 70岁的好莱坞资深帅哥理查·吉尔 Richard Gere 第三度当爸爸，小他34岁的妻子亚历山卓 Alejandro Silva 据传为他添了个小儿子，夫妻俩尚未对外公布小 baby 的所有相关资讯。凯蒂·赫姆斯 Katie Holmes、 戴安·克鲁格 Diane Kruger 的旧爱乔许亚·杰克森 Joshua Jackson 也在近期升格为人父，和妻子迎来小女儿。理查·吉尔已在美国舞男 American Gigolo 的全裸激情演出成为风靡全球的性感小生，中年后转型为银发睿智知性熟男，第一段婚姻与超级名模辛蒂·克劳夫 Cindy Crawford 结合成轰动一时，却很快就离异。理查·吉尔之后则娶了庞德女郎卡瑞洛·维尔 Carrie Lowell，在半百才首度当爸，两人所生的儿子今年20岁。在与卡瑞洛维尔离婚后，理查吉尔结识年纪只有自己一半强的亚历山卓，两人都对慈善事业很投入，有共同话题。亚历山卓已为他生下两个儿子，让他年过耳顺还继续生育，产能惊人。而人高马大的乔许亚·杰克森曾经因与凯蒂·赫姆斯合作影集《假戏真做》一度订婚，之后和德国影后戴安·克鲁格交往多年，也没能走入礼堂。现任妻子竟然与前女友都不一样，是位非裔美女。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让很多人难以松口气，两人都对小女儿此时诞生感到非常开心。